Nothing is happening in my head. I'm so frustrated. Writer's block and white is the page. I wanna fly, fly, oh so high. Never have to get back to this place. I do deserve a better life without you by my side. And I gotta go now, let me go. I gotta turn the page. I gotta grow now, I gotta go. I gotta go now, I gotta go now. I'm no longer afraid of loneliness. I'm okay by myself. I was in jail, locked up in your arms. But now I'm free, free. Oh my God, I see the light for the first time. My side is sore, but my heart is alive, is alive, is alive, is alive. And I gotta go now, let me go. I gotta turn the page. I gotta grow now, I gotta go. I gotta go now, I gotta go. Hello,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频道。今天的视频是和可吉合作的一期开箱试穿视频，大概就是前面大家看到的七件单品。可吉是一个时尚二手平台，大部分商品是一些快时尚以及高阶品牌 Zara、Topshop、H&M 和一些国内的设计师品牌 ICY、Evervantage、Simple Rachel 等等，以及一些日韩高阶品牌，价位在几十到几百之间，比较适合学生党。小部分轻奢品牌 Rebecca、Boy、J.Crew 等等。相比于闲鱼，它的优势在于平台会先要求卖家清洗完送过去，你看到的商品图片都是平台拍的，比较客观真实。与其他二手平台不同的一个是定位，高阶商品比较适合学生党，一个是支持退换。可吉是目前唯一一家全场商品都支持退换的二手平台。我认为无论你在哪一个二手平台交易，都是一个淘宝的过程，享受低廉的价格，也承担更多的风险。毕竟出二手有可能是因为质量的原因，有的已经穿过一些时间了，品相不再那么新了，所以如果你很怕踩雷，不能接受踩雷，二手可能不太适合你。像我这一次到手的几件单品，有三件原吊牌都还没有拆，你能看出来是全新的，没有使用痕迹的。 Free People 这条连衣裙相对旧一点，其他都在八成新左右。 Zara 这件毛衣就是非常扎皮肤，里面必须再穿打底。我觉得非常值的就是这件 Joycy 的波点连衣裙，它是全新带吊牌的，剪裁很好，也比较有设计感。我对可吉的使用感受一开始是单品很一般，平淡无奇，后面刷到了很多很有设计亮点的衣服，我平时可能不会花正价去尝试的款式。因为都只有一件，我就不详细讲手上这些了，到时候我会把我看中的其他款式分享给大家。平台上有很多板块，搜索衣服比较方便，比如上面的设计师品牌专场和全新带吊牌专场等等，下面有热门快时尚品牌的专区，还有热门的专题，比如博主同款、人气大衣、人气毛衣等等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 KOGI 可吉，进入后点击信息栏的想买，就能进入小程序商城，在小程序里面购买。在微信公众号输入我的优惠码 ZY 也可以兑换优惠券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这期视频给大家准备了五份小礼物，每份是两本可吉2019年的手账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可以给我评论哦。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